曾在永远不嫌晚特别企划中舞出热情三八，深受评审老师好评的刘尔金，这次他来势汹汹，决定要帅气的诠释这支综合舞蹈。不料才刚开始练习，老师就和他有不同的看法。为了这支舞，我把那个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的电影再重看了一遍，有一个出场的动作，然后尔金哥听到，下意识就摆了一个很帅的 pose。我说不行，你要像唐伯虎一样，对不对？或者像很帅。不要啦，拜托啦，下个月。就你本性。完全不。没有啦。前面有一个出场，我总觉得应该帅一下吧，结果老师说不行，不能帅。这个一定要做的下流一点，搞笑一点，但这样的动作应该是符合这个角色的特性。为了呈现完美的表演，他决定听从老师的指导，但在接下来的练舞过程中，老师还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因为我们到正法的时候膝盖会放松，对啊，对，然后你要改过来，恰恰说要直立，因为之前我跳的是正法，恰恰的舞种是要一直要站着的，人不能这样一直像弹簧一样上下跳。圣法有一些弹性的动作啊，它会不由自主的带到恰恰里面，找到就好了，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嗯，所以还是脱离不了圣法。今晚饰演唐伯虎的刘尔金，究竟能否发挥应有的舞蹈实力，并且成功赢得评审老师的青睐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刘尔金，就让我刘尔金这只金猪给大家报喜迎春啦！哈哈哈哈哈我笑他人看不穿，不见武林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谢谢刘尔金舞，今晚老师带来的《伯虎秋香拜大年》。